了机器下米之外，我们在每个设计上都会很花心思。大家看到小米的笔记本正面是没有任何 logo 的，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希望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，要由每一个消费者和大家共同完成，不应该由消费者来去给企业做代言，而是这是我自己的代言，所以这是小米的设计理念哲学。